啊，可是，可是他就拍了 iPhone。他是因为我要为了录影啊。录影的话，这个真的这个。iPhone 照片的感觉 ，iPhone 跟、這個、我的 iPhone 就拍的都有一点会被压缩，质感很差。啊，我如果要做我们 iPhone 我们的工作室的东西，不能卡酷伊，卡酷伊，它是长这样，然后接原主的线就可以。Micro USB 的一样，一个啦，啊，多少钱？1280，然后含电池。哦，对，いいと思うけど，哎，啊，可以一起带，不够，对啊，嗯，一个绝对不够，一个绝对不够。单卖电池是多少？单卖，我们这边没有单卖的。哦，一组的。まああのアマゾンとかで売ってるけど、GoPro、Osmo、Sony， 你是最强的。我是最便宜的。你是最强，因为免费拿到。啊，对啊。確かにね。不用的话，I will buy it。他超喜欢日本，然后你去年去日本几次？六次，六次，超爱的，不错哎。什么时候？下去再美国啊。じゃあ、僕のポイントカード2個押してって言って。2個押して、2個押して、2個押し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1個半じゃん。他们的。这个和这个的，对，我就把你放进去。好，应该可以测，应该都没问题了哈。没问题。保护卡会写到说保护什么时候的那个哈？啊，待会会开保卡给你。哇 ，Sony， Sony Girl。然后这是他的配件，就是手袋，然后跟他当初的对，耶耶。你选最好的。从你原厂的保卡，对，所以它还有保固哦。有保固，对，就是。吃过。这是注册证明本啊。对，基本上你也可以送去收你，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做。嗯。那就是到2021的12月13号。哦，一年。看。啊，对，一年嘛。嗯。差不多新的。差不多新的。装在袋子里。ほぼ新的よ。ほぼ新的。嗯。不是二手。哎，これいりますか？嗯。哎，那这个，你要直接装起来啊！好戏，好戏，やった！やった！你很需要，谢谢。これ日本戏，やすい。はい。谢谢。やった！谢谢。たまるんだろう。あと1万。一万一次，然后到可以。还是我那个 VIP 卡 ，VIP 卡，哦 ，VIP 卡，比较便宜啊，新的好难算哦。哈哈，好难点不一样的，稍等玩笑。哎，有在玩相机，是的，嗯，它使用率好高，它真的是。他来台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那个他骑脚踏车环岛。哦，真的好厉害哦！对，超累。好了，我还陪他骑台南那一小段，那一小段，那一小段，对，真的太……我现在不然就累了。然后我们两个饿了，我们饿了啊，我还临时还那个在河北烤肉，谢谢。去烤肉啊？怎么在器材？河北五斤，五斤。偷偷烤的意思吗？真的偷偷烤的，因为那边是不可以烤的，那边不可以的。拍我这台。你要拿啊？でも SD カードがない。啊，そうだね。SD 買わないと。七八五。七八五啊，好吧，好。有里面有 SD 卡吗？没有。现在没有。SD 横で売ってる。哎，あれ？あ、ガビよ。啊，そうか。啊，好吧。SD。ガビよ。对呢。三ディスク或是。现在没有。所以你要包起来吗？还是你就要这样拿？先包起来。先包起来好了，以免去撞到。啊。一买就撞到。嗯。マイクロ SD 足りなくなったら買えばいい。それかパソコンにデータ移す。様子数字とかの時に。用户数据的三十二版。三十二太少。量数数。量数数か。一百二十八は大きすぎて。你手机几 G？ 怖い。你手机几 G？ 那第二一百多，就是那个意思。嗯。所以这个是我不会很贱的感觉。努力，你有实际使用。要是是二つの方がいいかも。イヤーバーでもしメモリーカードエラーが起こったら全部消える。要是是两个比较好。
前のカメラマン。大概就是两个店。啊，六十岁可以存两个小时，对，应该 OK。4K 的话，如果是 Full HD 可以存到快四个小时。你说画质更高一点？对，画质更低的话就可能，例如说 Full HD 是最常用1080，对，它大概是三个半到四个小时，但是 4K 的话大概减半剩两个小时。如果你画质越好，那如果那个一二多少，它可以几个小时？几个看？它就乘二啊，所以如果 4K 就是四个小时。你知道我有时候上一个活动啊，我就全程录了嘛。那一样吧，那一样吧，那一样吧，那一样吧。录很久，录很久的话一样吧。嗯。因为我是 vlog style， 所以对对对对，每天三十，二十 giga ぐらいしか使う。啊，そうそうそう，ちょっと違う。はい。对。那个是950。はい。对。安。那可以帮我装？可以啊。谢谢。马上可以看。ルーさんよ便宜だけど怖い怖いジャーダゴンスとか三 c は基本こういうとこで買った、うん、あここ全部あるほらコンパイジーオズモポケットここは全部新のうんいいなめっちゃ欲しい欲しいものいっぱいだけど本当まあソニー原本比较好ソニーは元から音はいいだけどもうちょっとクオリティアップしたいならまあレオパイ変わるかなチャイヨーチャイあデイティーオーツだデイティーオーレンこれはあのここら辺につけるやつでここで声を拾えるからこれはインタビューとかにはいい旅行で歩くならこれかなまあバイクアイかレオパイこれこちらもいいかな为什么旅行的话え、ここの全部の音を取りたい。ああ、对对对对对。そしたらバーバイ。でも、就是周边的声音的。本当言うならヨーチャーマーって感じ。ああ。便宜だマイクスヨーチャーマーって感じ。为了让你。那一般其实比较常用的话，可能会是这个。对，而且嘛，预设是 A。因为4K 如果你要剪辑或是要播放的话，它会比较耗电，比较占容量。对，那也不。好好好，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microphone，microphone。啊 ，Sony 的原来不错嘛，这个。它一般其实有做那个可以外接，就代表说是可以在另外外接，声音会当然会比较好。一般会用。因为这样子的话，很多人用 Rode。对啊 ，Rode 的 Video Micro 那只是这里吧？但是这样的话，超大。那的话就要再买一个 House 去装。用那个也用小的也可以啦，对，小的就是小幅度提升，对。これを横のところに挿す。这个话是它小的插进去之后可以变成大的相机用的，对。然后就说有了电脑会有感觉。啊，被录到了。给自己的礼物。Let's go。这是给我老公看。すごい。あ、来来来、来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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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わ、ソニービジャオちゃん、ソニービジャオちゃん、すごい。めっちゃ綺麗これ。那那看看过来那个亮亮的地方会有影响，那背景是亮的。いや、もう全然違う。そう。え、オーシャン巻いてよ、这个。え。那ラッキー。いや。これの好这个オズモ的好处是宽一点，宽。其实我还是有喜欢那宽的部分嘛。だけど这个的话，比较广角。品质真的很好。是啊是啊，啊广角可以扩充吧？可以加什么东西？啊，売ってると思う、売ってると思う。え、すごい。すごすぎ。え、ほら見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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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違う。何も見えないこっち。あれ切れた。待って。これ取れてる？あ、これあれだ。オートモニターが1分で切れるから設定変えます。すごい。ラバン。ラバン。ハロー。你好，你好，大家要记得投票哦！加油，加油！我带我的台南美女朋友，台北美女朋友，老板，他是老板。你好。
好，你好，我是佑明。Beer to go 的。我们安排一下位置哦。好。有，后来。差不多，因为我他明天要考试啊。OK。我还在考试。这样，下次。大家记得还给我，比较重要。行かない？行かない？行かない？一緒に帰る。僕は邪魔。あ、そっかそっか。いや、ありがたい。助けてもらった。台北駅って書いてある。ファンベー駅に行くの？最終がファンベー駅。ああ、なるほど。終点はあの A21 のファンベー駅で、僕らあの空港は途中の A13 とかで降りる。普通に今乗ってるので気をつけないと通り過ぎちゃう。エクスプレスだったら桃園空港で止まるけど、これ気をつけないと普通に乗った人は A12 か13で降りないとやばい。